大家好，农村山大泥路给常叔从医院看看娘出来，顺便来看对顺便来这看看婆嘞，因为我好几天来，我中途我来过两回，常叔没见过，常叔好几天没见老娘嘞，来这看看嘞，对，走。几天没见娘了，想娘了，得来这看娘了，是呗？怎么在家守啊，也不叫么子儿？嗯，这几天没见，还是就是想多大这多大的娘跟前也是黑啊，多大也得想娘，是呗？嗯，对。停！叫一声，噔噔噔噔噔。想娘了，来来快点来，来来快点来，快点来。好，老爷好哥，叫洗洗手啊哥，洗洗手，换点鞋啊。坐着，让你姥姥娘，让你姥姥娘也坐着。俺爸是稀客。稀客。一天一天不心疼。可累，这被俺奶奶不来这事，我能心疼啊？嗯，看把你冻脸红嘞。我能看见你，主要是。啊，好看吧？我是你奶奶来这住了，我得在顶上看娘，是呗？那再大也得看娘。在这住啥样呢？在这住挺好。挺好。嗯。挺好。暖和，也暖和，也不等会儿，全光在那在那坐着。谢谢娃的娃的娘养，皮也贴着，颜色也好，也胖了。俺在那愿意吃饭。愿意吃饭，证明我做的饭好吃了。娘在那也想做做饭也。吃的好吃呢，吃的有味儿。几天没见常叔叔，把你养胖了。这不愿回去，在家事太多。这你在这住吧，冬天又冷，是呗？嗯，住暖和就是。对对对，倩倩你那个啥的啊，你看。你辛苦了，把你奶奶照顾好。俺家那房那屋里地都是扫地。咱过年了，我奶奶那边那个房床啥，俺都把它治好的。过年了。俺老娘奶奶去那边住的。过年了都不买。俺奶奶说嘞。俺奶奶说，俺家装的好了，人家不在俺家住了，人家去在，俺家彤彤说，人家说我装好了，再去在家住了，再不在给爹家住了。我说你往给家都把这事都往给家都不在俺家住了。这你在家装修好，也得叫钱挪着给你。你不放心，你在楼房使钱使啥也不管。我是想给王一彤说，装修好了，咱去咱家住，光在自己娘家吃。那是应该的，没事的。吃他也没事的，他在这凑你也是。他到时候再给他那是扣两分，给一钱儿。俺不要。不给钱儿，他还当奶奶的也不。就是一说一个那个提拔一个80多的一个奶奶的这住，还能吃的时候还能吃不起啊。那真的，天天给你做过饭是呗？嗯嗯。你给你奶奶照顾还挺好。对。你那个啥，跟着俩孩子给开店，俩孩子天天给买个头儿啊，买个。你每天在这日，我就是光给俩孩子玩着啊，那可不，光给俩。啊，孩子睡了，你爱去睡会儿。也不早起，也不早睡，不上班。这光坐着等啊。啊。想吃啥叫钱给你倒。你报那个啥，他指他跟那比指我还方便的，想吃啥了。那我也想吃啥也叫钱给你倒，啊，把你在这家把你养胖胖也暖和，啊，是呗？是，叫我比奶奶时候胖，愿意吃饭，愿意吃饭，啊，也是那个啥的，在家里叫去摆成摇摇，看你胖了，过前几天我还来这看你，啊，这要实际行动时候是呗？光说胖了，吃啥又行？叫去摆摆。别个你在屋睡了，屋地上有个秤，摆设的啊。哎呀，这回家有秤没秤啊？嗯，没秤也不了。对呀，来上来，大家了呗，上立着呢，秤来立上去。就这样都摘了。就这样都摘，来立上去，叫俺家，叫你奶奶立上去。哎，人家就是，人家一上去都上吧，上吧，奶奶，上去看多少？脱鞋呗。脱鞋脱嘞，脱光点脚。上秤腰里，上秤腰里，抬住了，你往这边脚往这边抬。哎，不少，这是80多斤。86斤半。86斤半。86斤半。
改天了我上来，改天了我再累了再摇摇，看能长到九十斤没？对呀，长不长了？长不长都是草不好。这你说这不是给我出难题了？我累，我跟你说你呀，这昨天你爸下来摇着呢，你叫你那都喝两碗汤了，一碗汤二斤了，两碗汤四斤了。不是，下回弄了我给俺奶奶往衣裳里啥陈老家衣裳里挂点儿。哦，这样你上去我看看你多少，二十几斤了，长来没？六斤。哎呦，二十八斤了。二十八斤那块，长来好好也长来。要看十一了。44斤，四十四斤，西长了，西原来42斤，这样好事好事嘞，不吃嘞，不疼嘞，是啊，能吃点喝嘞，能喝点蜜糖，是啊，能吃点喝嘞，就咱南货那些南货的菜呀，领我去吃点看看。哎呀，你往去哪儿看了？我这往去哪儿看？我能走了，我该不能去。你把你我能。嗯，能吧能，你这个那个把你照顾好都得了。你不干净干净嘞，那个姊妹们多，他们都在那儿，这个不在那儿，那个在那儿。等俺姥姥出院了，你可去家里跟俺姥姥坐会儿的，说会儿话。就是。啊。坐月了，俺都回去了。嗯，昨天他回去了，到家里看他吧。嗯，咱不去医院了，去医院。对对对。得要洗洗衣裳哈。就是那医院也不是啥好地方。嗯，就是。那天了。哦，能来，嗯，没事了，行了。